太阳每天升起，转眼之间我们又开启了新的年轮。2024年，距离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更近了一步。那么东风快递员该如何加速奔跑呢？他们又对正青春的火箭军怎样表白呢？来听听训练场上的声音。驱车仗剑走天涯，我们在追寻导弹兵的诗和远方。当好磨刀石，淬炼大国长剑更加锐利的锋芒。攻克拦路虎，建设国防施工样板工程。衷心祝愿火箭军越来越强大，永远有份。从列兵直接晋升中士后，肩头多了一分责任，我要把光和热献给军营。火箭奋战奋力，万人党和人民服。